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法甲的豪门巴黎圣日门官方宣布成功签下了德甲RB莱比锡的法国后卫梅基尼，而梅基尼亦都通过他的社交平台晒出了自己手持签约球衣的照片。梅基尼表示他非常自豪地能够在今日加盟巴黎圣日门，感谢巴黎的高层对他的信任，亦都感谢好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欢迎他的球迷。他还表示他还要感谢经理人帮助他达成这一次的新冒险，感谢所有他爱的人一直以来的支持。现年24岁的梅基尼来自法国的拿华尔，他在2017年由拿华尔转投蒙比利埃，再在一季之后转投德甲的RB莱比锡。他惯常的位置是右闸，但是亦都能够出任中坚和右中场的位置。效力RB莱比锡四个球季以来，一共出场了145场，贡献了10个入球11个助攻。梅基尼和巴黎圣日门签约至2027年，而据报道他的转会费大约是1200万欧元，另加400万欧元的浮动金额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